ไหมเนี่ยจินทุเลยว่ะจินทุคนจินทุใช่ป่ะลงมาไหมไม่ได้ไม่ได้他们俺在做啥了？发烧啊！发烧啊！有两种，实话跟你说啊，有一种是体验，有一种真正生存。那你如果那是体验的，说实话比较多一点，啊，才100多、200块的左右。如果你那个真正潜水沉下去的哈，带你在海底走的哈，那个比较贵。在养鱼左右。哎，那要大概30块左右。多久啊？真正潜水那种是3个月。是在哪里啊？在对面广平港高的，就这个这里。广东大发展小仙山，小仙山，小仙山，仙仙的仙。你可能上个，你们有多少人哦？很多啊，很多啊。那个，所以我们懂你们。哦，没事。像刚才说，你们小会小会无所谓，你就小了。我就说你叫下来做，小会的这些不一定你要小会，你小会是吧？做人不能这样。对。格局，你说你这格局打得非常大，那个你就格局，那到那有贵，做什么方向？它是有点那个玩意儿，价值的。中叶湾的几大特色就是嘛，一个海龟岛，一个小仙山嘛，一个避难区。海龟岛的，海龟岛那个。三百多。它是我们全亚洲啊，第二大的海龟岛。做小兵的也有点历史的，以前说我们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嘛，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，当时日本也派我们舰艇上来嘛，一般舰艇上来都是从海边防线上来的，是吧？啊，当时来了20个特务，20个黄金了，真的吗？战友应该会好，他是在南方出生吗？南方出生，深圳，我这长期在深圳。啊，那个体质不一样。北方的体质跟南方的体质一样的，喝点黄姜，不要肉姜啊，一定要喝黄姜啊，就我们炒的那种啊，买老一点的，老姜啊，一斤左右啊，你把它外表洗干净，连皮啊，把拍碎，这种煮滚它，煮大概2滚吧，就让它再煮滚水冲进去，让它凉，不要放冷水，千万不要用冷水来冲啊。然后呢，有4、5左左右右啊，我也数过一下，也就给他了。来，美女。珍珠的是吧？珍珠粉啊。对，珍珠。是吧？留下来吗？小孩。在这里面买的。哎，他们安在桌上了。对。吃点吗？发烧有没有？发烧啊。嗯。发烧会不会？发烧可能是。人那个羊的嘛，小动物啊，你哪里人？大亚吗？大亚吗？啊，碧桂园那里，碧桂园珍珠那个地方就是我家。哦，我们那个村的。那我们上次去是哪儿啊？是那银滩是吧？没有，是那个九号的，你住那个九号的。哦，那九敏是吧？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人站正对位吗？是吧？是吧？在门口啊，是吧？我看那边有那边很多，唯一后门我们就一个点。哦，一个弧度空间，空间，空间。也没有说没有跟实话实说啊，做生意也是这样的，有一点实力就是终点也是好的。对，这些行业的经验，而且啥的，有的说再说，像我们一条项目，你看一下多少钱？一条，8万块钱。啊，8万块钱。80。这个啥？80。带船吗？
没那条规则那条。哦，我要带船才走。带船。哦。这种16万8。我知道这摩托挺便宜。那条我这条黑色的这170啊，三个缸的，16万。我这两条黑色的，一条16万。真的，我一看你，王巴特嘛，170嘛，这条130嘛，要便宜两缸，我那条是三缸。黑色这条。刚下水两个月。有一条也是山东青岛买的，有一条是深圳。你像这些，没这么贵，这些全部是山东买的，老姜，老姜。山东下来的造肉的。这个船跟那个伞上面条款也是山东。对，山东造船厂最大，也不是最大的，但是最有名的。啊，对，有名的。山东是全中国旅游地区沿海地带最全国流量最大的就是山东。知道。哎，这里排第二，同样排第二。深圳，我在长期在深圳。啊，那个体质不一样，因为北方人皮肤跟南方人不一样。搞点黄姜，不要肉姜啊，一定要说黄姜啊。是我们炒的那种啊，买老一点的。老姜啊。一斤左右啊，你把它外表洗干净，连皮啊，把拍碎，这种煮滚它，煮大概两滚吧，就让它再煮滚水冲进去，让它凉，不要放冷水。千万不要用冷水来冲啊！然后呢，有四五十左右啊，我也手搏一下，也就给他了。